给你。哎。可以了。要去直接回家。上班。电网，电池下，哎，是在哈喽，又是道具。四万哦，这一次呢第四万，四万跳起来，喂，大只的大只的，终于换这个动作了，我要中值五六百万，中值。突然大颗。哦，一小一大，哦，突然大颗，小颗，没有，神预测900万分啊，又要咬了，真是不值，是约2000倍。哦，2000倍比较容易会咬。超过2000的对。加油。就是你了，小绿绿色的跳下。
经理，我绿绿就是你的。绿色好像三只里面最大只。对。它是橘色嘛？对。它绿色也是。超难跳。但是有时候跳起来都很费啊。你经过出蓝色，有时候久久出一次大只的，也是会啊。我有看过他，我吓到。地标啦，他有破千万的。就是他好像蓝色区那次，但就是每次按下去都是100多、100多、200多这样。哎、欸，他有一次破千万。他的蓝色、橘色跟绿色是你 book 的次数最少。哦。保底的那个。对，保底的次数。蓝色4，橘红色6吧。就是保底按下去，绿色8，啊，最多人家是说20次这样，按到20次了，嘿，24我还没，按到24就可能都是那种4-5千倍的吧。我这个也都按3000多倍，最多3000多倍，这一行，这一行，好像每场都快5000。就看他怎么调，起伏、难易度，怎么设定？15+5，不给连跳讯号，废物。超难连跳，都一关一颗小，然后就又狂咬，然后再可能又跳一次这样。哦，我以为又是道具的，又是道具就，刚才用死那个循环电环出来，电到吗？有电的时候突然变球，结果又是道具，道具哦，对，电下去变道具，我们是锁合土，然后想说，哎，炮杯怎么样一颗球，结果又是加龙炮，加龙炮，加龙炮最没有用的，对啊，是加加龙。他刚才又无敌炸弹啊，两颗蓝色的出来，没有变球。想说蓝色的最好变，大哥，大哥，他的没了。哦，暴击成功。然后又狂咬，哎，他都很会边缘暴击，对，他都是边缘，很会边缘暴。如果没补分，你俩有时候就没有了，很，好像都是设计好的样，每次都在边缘暴击。对啊，你坐下到现在只有死一只绿色，绿色超难死，绿色是难死。刚才还从橘红升格失败，橘红吗？哎呀，你有看到啊？然后又不变色这样，然后还那么烂，然后又挑一只，又挑一只蓝色的乞丐背书。我好想去玩那台财神。哎呀，都被引好了，就是想要看他跳起来的那个感觉。而且那台又，而且那台又不能压500炮。哎，我就在打电台去打，我就在旁边看着。我
在打，我看他跳，我然后奇怪看一下几倍。看人家都很好跳。这台可以压五百，那台不行，好奇怪。都一比一百的啊。你个 key 背。这间是贵。哎，这间卖足多人咧买啊，这间足多间嘛。我看大，我买一斤是虾咯，是无冰冷大。两只河豚出来一下。你刚刚讲什么？我也有无敌炸弹变球过，但是我只压一千炮，我觉得五千炮应该很难。没啊，一只我未死。无你嘛走青色的出来，我嘛想看嘛。青色的叫一边，不是都会两只跑出来，跑不出来了吗？两只两只。变一颗球。没有。这个画面太难拍到了。起火没用，如果出去没几秒，快如果快要电死，它就会跳出来。嗯。啊，这个在倒数的时候你有跳过吗？有跳过。很难哦。我觉得要倒数的时候都很难再变球。然后跟紫色换关第一趟，哎呀，我那时候在抄都这样啊，一堆蓝色的啊，超多蓝色，然后都不升格，升格成功哦，马上说马上有嘛，又不升格了，才在那边说要升格，又那个。看十八是刷三，十八真的没救没救，没救。不是我觉得河豚就是十级二十级，那真的很急，真的是不破百都很急掰，没救了。这一颗是来干嘛的？然后最急掰的是又不连跳，然后又给你咬五万十几万的那一场。没错，这颗是在干咯。按那么多下，结果。哎、欸，按很多下了嘞，废物。
只要我先中中了，我所有投币都是两万出，一万是180起，200出。看能不能连跳一下。我那天也是啊，打三天好像只有一次升格成功。我昨天也是这样子。干那么难。他要变，那就他妈的不是天灾人祸。就很靠呗，因为你要遇到这个也很难啊，结果都会失败，还失败那么多次，超废物，废到没朋友，现在又不连跳了，又要咬好几万。够。最烂的道具，你有带名片吗？没有，没带。没有，好。如果有人有需要，再帮你介绍。直接给你电脑了。哦。在这边呢、啊，北门路这边。哦，北门路的。好。他骑机车都来住了。不然你截图传到我的 LINE 好了，上比较好记。好，如果有外县市的群友，在那个找认识的比较方便。基本上机车租居多啦，就是大占七成，啊，汽车占大概三成而已啦。哦，汽车都是租给客人，然后开到外县市。嗯。啊，现在的价格大概多少？机车的话，一天大概400到900，一千都有啊，看大车小车。不过大概700啊。所以也应该有涨价吧？哦，因为打底就400，就100cc 跟也有打底400。啊，最早之前最便宜是多少？最早之前市场还没有接车的阶段，一天可以租到700-800。啊，现在太多节的车站跟客运都在。哦，所以现在反而租车没有那么贵。就是行情就是400打底这样子。哦，啊，汽车破千，1600到2400。哦，汽车要1600，我以为大概1000到1400。是艾伦哥跟我说的，就是他们这样以那是最短程比较划算的，开到你随租随玩那种。啊，如果你开长期的话，会比较不划算这样。哦。吃力。那一只垃圾之后又咬超多，还两只游一起不跳，合体变无敌模式，两只蓝色合体，打不死的。他说两只出来的时候，蓝色会两只都死，啊，我们以前在玩是会，但是这一台对他很失望，都不知道什么叫一直跳一直跳一直爽。我紫色河豚5000炮，还有连跳大概4只，哎，超爽。紫色的哦，而且有一只超爽，1700多万分。然后我就在那边干你娘，有本事再跳一只，真的又跳。哎，好，我也是一样打两个洞，就那两个洞跳4次，5000炮、哦，我全部游回来。5000炮，你刚前面打很多了。我打30，哦，全部赢回来还倒影。很爽，你紫色你看到四只，基本上应该都要20-30万以上。而且我本来要放弃了，因为那时候只剩2张卡，想说好看破要走了。我从晚班打到中午，哎，
他们店长来看到我吓到，哎，志佳你怎么还在？这边啊。对啊，就从昨天晚上打到隔天中午，然后突然跳了四支五千炮，超爽。跳了跳了。矿棺才跳有没有？哦，终于有绿色了。绿色河豚跳起来，这只一定要十几万。啊，它应该不会十几万。看起来又危险，不一定。猛一点！我那时候也是第一次紫色河豚觉醒。因为我本来就是小鸭鸭，它、啊、有来有去，它、啊、后面突然一个升台，我就越压越大，后来我都一两千张鸭而已啊，后面那种十几万不死。应该让我们先打。哦，我跟你说到神嘴哦，你们两个今天神预测，然后我觉得要弃台了。我也觉得要弃台。干他妈的！弃台。轩哥，轩哥，我们弃台，你再下来看看。是不是真的要咬？先测试。是的。啊，你最高这个有打到多少？就十出万啊。就十出万。我好像是。就刚刚一只啊。我好像是一还一二，我忘记了，你要看一下影片。十一万，十一万出万。